你好，今天星期天没有做工哦。哦，刚刚才睡醒。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啊。有一群动物啦，各式各样的动物，他们跑到便利商店去开 party。然后呢，那个店员哦就觉得他们很吵，就把他们轰出去，赶出去这样子了，然后还打了他们这样子。OK。然后只有羊没有被赶出去，请问为什么？洋洋得意，不是羊为什么没被赶出去啊？对的。哦，因为他烧他羊。No， 记住是便利店。啊？便利店。哦，便利店。关键词：便利店。羊，收羊。不是，我急转弯我不是很厉害，羊。来，妹妹，你可以录镜一下吗？来，你要帮我一下。你把答案告诉。你把答案告诉爸爸好不好？先给他一个提示。好。就是他们便利店工作的时间。羊在工作啦。不是。不是。他们在工作的时间。他们便利店工作的时间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妈妈就每一间便利店工作的时机都是不懂。答案是所以。Okay, okay, okay.